第一个 verse。这位朋友，我谢谢你。Yeah. 今天上帝他在这里，是真的。讲到这即兴歌的发源者呀，原来就是上帝他自己。大哥，大哥，你要接下去。Yeah. 后面我们是不会押韵。Yeah. 你若不出来唱个两句呀，刷面会很难受。长得丑又没有才艺，你们实在是了不起。哎呀，别这么说，还能把这黄鹂鸟来接下去。今天那中线你很好呀，把我唱的是了不起。韩殿没想到也看见你，是不是你也能够唱几句，让这个黄鹂鸟会圆满呀，四个人统统都连下去。嘿，大哥大哥大哥，你不明白，嘿，陈汉典没有做过好事情，观众对他的全部了解呀，全部他都在207。现在我坦白地告诉你，你侮辱那汉典是不可以。我看到他表演是最好呀，一会儿是男来是一会儿女，人家那主角都在面前，他永远到后面去，就好像刚刚他要唱歌呀，又被我抢着唱几句。哎呀，大哥大哥大哥，你别生气，这个好了。是不是就不可以？我都没得唱嘛，对不对？会不会这一首播？啊，你都没唱到的。哎，来来来，还可以唱哦。算了啦，算了。这个什么是207啊？我们不太懂。207的。就是我说好不讲了，哎呀，207当事人来，你自己讲，自己讲，我们不能讲。怎么？跟大家解释一下哦。韩殿呀，韩殿别着急，你要唱我就让你唱几句。现在我们大家都站旁边呀，韩殿一切都要看你。啊，仙哥啊，仙哥，我们说好了，不是说不要再提207，你现在又拿出来提呀，等于是在炒冷饭。其实207这件事情，原因它很简单，就是这样的。原来有狗仔拍到他去207呀，带这一位可爱妹妹去。啊，其实啊事情是这样的。哦，怎么样？人家都以为我去休息，其实我要告诉你，我是去赚钱的。其实去赚钱，不知道宗宪，我问你，还有，什么是207？你听我说，用讲的讲不清楚，我现在带你去。大哥，离开这个话题，现在已经忘记，已经忘记了。离开这个话题，知道了就知道。对啊，现在连北京回来，北京回来的也都知道。对，他是两年前带女朋友去，他带妹去开房间，被狗仔队拍到。懂了，懂了。原来你带妹妹到房间去，那个房间的称号是207。对。你怎么跟我长得一样呀？上次我也住207。太感动，而且我们心里面是真的感动，这国宝级的人物啊，对不对？大哥，你没事吧？盲肠还可以吗？你唱有办法8月7号撑一场吗？啊，没有，我想你那两张票退掉算了。自己请客人退票，给你个机会让你退票。那他那个票抢都抢不来，你不要以为只有江蕙在抢票啊。大哥走红的歌啊，那多如牛毛，对不对？瓜牛与黄鹂鸟，毛毛哥，最屌的，毛毛哥，哇，那个歌当什么毛都可以唱。对对，好吧，那我就唱首歌吧，再来一首。那我就唱一首
唱片的歌吧。好，你唱片自己的歌、啊，这个歌当年还真的很感人，歌词写得真好，一定是阁下自己写的。这个唱片的歌，好，我在电视面前只唱过一次，只唱过一次，珍贵啊！那都是新歌，我自己也都忘了。啊，那怎么办？有应该有大字报吧？我想想看，大概还能够，还能够。他有哪一首歌需要背歌词的？对啊，他都是现场写啊，不行，现场就写了嘛。对啊，对不对？先来试试看。啊，来来，一起带来这首《甘草张帝》。哎呦，来了来了来！哎呦，你们是快歌哎！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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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草出自草药店大名登上药经典只要小小两三片那不怕药苦似黄连甘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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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小小那两三片不怕药苦似黄连甘草甘草甘草别看我长相不惊艳也没经过三宝殿可别遇上我甘草仙包你欢乐一年年甘草甘草可别遇上我甘草仙包你欢乐一年年甘草甘甘草甘甘草不是什么燕丹要汤要是没有汤苦难入口怎么办甘草仙甘草仙草仙不是什么神仙人间要是有了它愉快欢乐一年年甘草出自草药店大名当上了药经店只要小小的两三片不把药苦似黄连甘草甘草甘草的行止真的让我们呐、这个所以说叹为观止啊，高山安可没有真的感动对不对感动开心当我们七十几岁的时候还能像人家这样唱怎么可能呢对不对给大哥送水送水来来来送水送水大哥来先休一下休一下休息一下后面听说有人要致意了对、但是我觉得他没有那个资格大哥已经唱成这样了后面怎么唱嘛什么东西啊哎是不是叫个车回去了后面这位现在除非打开后面是蒋光超那我们还觉得哇那我觉得会吓疯啊蒋爷爷蒋爷爷都来了哦不在是吧不来了我对那不行等会来那我们看一下看您喝水先喝来哦先喝